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。就说我们现在修行，念佛也好，学法也好，但是你的心，学习无著菩萨嘛，心还没有进入进去，心呢，处处执着。我们也发慈悲心，也想利益众生，但是呢，一到事实的面前，什么叫事实面前呢？对景的时候，当你对景的时候，什么景呢？都是世间相嘛。扰落你道业的时候，你就随着业障转去了，那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、五十年，乃至七八十年，一辈子、两辈子，没增长慈悲心，增长的还是什么呢？还是烦恼。对于外界的种种境界相还没能离开，能离开，因此啊，在一切众生的面前，就是我愿为普为一切有情生长我大慈大悲的芽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连大慈大悲的芽都没生，怎么能茁壮成长呢？又怎么能开花结果呢？那么行菩萨道，不供养众生的时候，把众生当成佛看，当你供养诸佛的时候，就是对待佛像来说，那你把众生当佛看，你怎么样观想才能把众生当成佛看？在读普贤恒愿品的时候，普贤菩萨教导我们，观众生都是佛，没有众生了，成不了菩萨道，也成不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成不了佛呀，一切众生是根本。就是发大菩提心的，众生人难报，要报众生人，报众生就是度众生啊，见着自己众生痛苦，像自己痛苦一样的。我念了普贤恒品念了好几十年了，我经常对照，距离太远了，总把众生，我绝不会把一个狗乃至一个猫乃至一个蚂蚁当成是我自己父母一样，从来没这个想法。是天天念恒愿品，天天跟普贤菩萨距离很远，那这个中间是什么？业，业没消失，经常的引发我们善巧方便殊胜的智慧，
发心布施，但是这个发心布施啊，不是像世间一般的发心布施，有发菩提心，发的菩提心，行菩萨道的时候，以大慈心来行菩萨道的时候，发心布施。中间缺乏个什么东西？没有殊胜的智慧，不能把众生看成是空的，也不能把自己看成是空的。这个方便善巧的智慧，把众生看成是空的，把所施的供养物品看成是空的，把自己看成是空的，有空观现前，引发三藐四慧，能施的、所施的、受施者，全是真空觉相、离相观。这是第一个，菩萨第一个行布施的时候，一定要做到这种观想现前。同时呢，让一切有情难乐，不是让的施舍有去除他的苦难吗？一切让众生分了，这样的发菩提心的来布施，我欲除灭了一切有情的苦恼，发菩提心。这发心布施，引导一些众生，都让他们发菩提心，这样呢，辗转相受。我布施给众生，纵是发菩提心，又布施给众生，叫无穷无尽的，叫殊胜智，引发众生的殊胜智。这就是咱们讲的这一段经文，福田相。我刚才说我们这普罗寺给众生种福的，这块土地众生来到这儿，升起供养心，供养三宝，他就种了福田了。所以在福田地上，这些菩萨要么作为师父，要跟人家回向，对，那么扫进上殿的时候，给众生发愿，晚上上殿的时候给众生回向，对。但是呢，往往的想帮助人家，方法不对头，没依着佛的教导，方法不对，你不但没有帮助别人呢，引起别人的烦恼，也引起你自己的烦恼。所以要学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懂得我们在十善业好像我们发芽了，善根发芽了，恶根消失了，三途业果没有了，来这块田地上，进入普罗寺，他家我们诸位师父的法院，我们这个田地啊，专给众生种福德的，消灭众生三途灾难的。我们的身口意，天天如是想，天天如是修。天天让住一切众生，凡是到了进了我们这个普罗寺的，到了这个福田地，一定得到福德，在他的身口意三业的十三道当中，消灭的十讷伦，最起码
他进了寺庙之内，我们能够夹死他，使他十善业都能成长。把我们修的功德布施给他，是不可见效的。同时呢，消灭我们的骄慢，断除我们的烦恼，这就叫菩萨的殊胜的善巧方便的智慧。不是给他这个中间，他也没有众生没的感觉，好像是实际上这没东西给他，实际上真给他的比那世间的钱财和贵重得多，这是钱买不到的。这就叫布施。咱们把这个是看成真实的世间相上的真正的财产珠宝是假的，那也并不能免得这三途灾难。同时呢，消灭我们自己的骄慢，我从早前就发这个愿，凡是进到佛寿寺的，我们这个是这块田地啊，专给众生祝福的。众生福无相福德，不是有相的福德。那诸位菩萨真正的度众生，真正众生，这是给一切众生的法师布施给他们的法，以这个法消灭他们的生死。他能见不是事，就是有缘呢，有这个缘，这个善缘。一切不作相，不是给他了，他也没有感觉，他得到福德了，用他来到这个福田上种的福德，我们也不要他感激，也不要他报仇，这就叫无相布施。这是菩萨以财布施，即灭他的烦恼，我们也行持不是道了。在这种菩萨的时候，没有胜他的心，无胜他的心，我自己行不自己道就好了，没有超过谁的，也是不可见相，也不要人家感激，心里不是出旷的，没有出旷心，没有嫉妒心，没有坚定心，这样行的布施。出旷是不柔和的意思，咱们在这样的观想回向的时候非常柔和，非常善顺，调油的，不是那个布施人姑娘的以财大气粗那个样子舍给人家，那个就是不，那就夹杂着种种很多不洁净的心，咱是清净的，其他的心都没有。说这个功德呀，布施的功德呀，无相的功德，百千万亿生都得到利益，不是现象上的。这叫真正的供养，真正的布施。或者有的人感觉到说这种算布施啊，我就想一想啊，就是念一念，把我的功德给他，他就能得到了。
这就是菩萨的方便善巧。但是要有误给，有误给，误是有相的，要用无相的惯相，乃至供养人家一顿饮食，来供养他一点的钱财，供养他的物质，这个都是有相的，物质是很少的，没有需求心，没有求报心，发菩提心供养的，也没有嫉妒心，当然不会后悔了，是个人就完了又后悔，不会有的了。终不需求声闻成，终不需求声闻成果，发心布施。说我这布施时候，没有个心呐，想证得阿罗汉道。就是我在发心时候，我心里想的，不需求。是吧，我这个布施啊，布施给他，我的目的是了生死的，没有这个心，了生死不是菩萨道，二乘声闻道，或者独觉成道，终不希望独觉成果，发菩提心，就是我发心的时候，目的不是证得二乘果位。那想证得什么呢？无作无相，没有，只愿众生得难乐，不为自己求任何回报，说是悟多少不管。对，说当我们做善事的时候，没有大，没什么小，那无相的。一有大有小，那就功德小了，总有个相嘛，无相法门没有大小的。所以做善事儿，做好事儿，念念希求是什么呢？当然有希求啊，希求成佛，达到一切种子。这个愿望不是光为自己，为了一些众生，愿一些众生都成佛，这样发心共生，发心共生给众生，愿众生成佛，没有自己，也没自己大慈悲心，也没有自己供养，一切都无着。这种思念呢，就叫种子，佛种子，能得到佛的智慧。善男子，菩萨摩诃萨有十种才识，大家咒论，说出发心，一切五欲皆能除断。这个力量很大，一发心就断无欲境界，初发心就断无欲境界。超胜一切声闻独觉，是吧？一件事儿同时一样去做，但是你内心呢，发心发愿不同，你所有的行为全变了。这就叫大乘道。这个跟前跟这一段这个大乘大记这一段的经文呢，跟咱们讲华严经的是一样的。地藏菩萨所有的三经都是华严译，
最后的华严音，最后终结时候都是华严音。而且这段经文呢，是释迦牟尼佛跟金刚藏菩萨说的。当即的是金刚藏菩萨，金刚藏菩萨请佛说的：除佛法心，一发心就把五蕴境界都断了。他的心是断出五蕴境界的，说超过声闻缘觉。同时在这个里边也跟声闻缘觉做大福田，因此一切声闻缘觉也应该供养菩萨成事菩萨。对这呢算知识，声闻缘觉也应供养，也应成事，也应能守护。所以者何呢？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什么道理呢？声闻独觉发心布施，声闻独觉也发心也布施，但是他没有大慈悲，他的目的什么呢？正二成果，舍自己贫富，布施度贫度的贫穷啊，布施就使自己不再受穷了，布施的果报就这样了。菩萨的布施呢，不求，对自己无求，只是为了众生成佛。他因为这种心，寡为自己脱众苦，寡为自己自身得难乐，寡为了自己正涅槃，也了生死啊。以前跟我一个道友他问我，他说你一天求法也好，供奉为什么？我说了生死。他吐我一口吐沫，当时我也没懂啊，等到我自己讲经啊，我才明白。他并没说话，我也没说话。他说那天念经出家为什么？我说了生死啊。退吐口一吐，下文没有了。现在讲的时候我想起了，凡是为自己求难乐的小乘，把自己不摆进去，没得自己纯洁的，纯洁的啊，纯洁的，一点没有夹杂的。但是真正的为了众生离痛苦，这是大菩萨布施的。二乘人不是不这样吗？那菩萨摩诃萨呢？他要发心布施，他以大慈悲心，普愿一切有情，永远别受贫穷，再别受贫寒了，再别受痛苦了。普为一切有情脱苦难，脱众苦；普为一切有情得难乐；普为一切有情正涅槃。不但给了东西，还给他发愿，让他成佛。不是为了自己行的布施，自己无所求，什么都没有。既没有见受布施者，也没感觉到自己是能布施者，也没有所施之物。这样发的大悲心、大慈心，利众生。但是呢，又永远不放弃度众生的痛苦。以此一故，以这种道理，
超胜一些，声闻独绝。不是一句话而超声闻独绝，而要做超声闻独绝的事儿，不是语言，这叫行菩萨道。在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没有一个心我要超过谁，没有这个心。这是以法上来这样论。假如要有比较，有鉴定，要想超过谁，那你这个布施啊，这有着相了，不但没功德，还有过患了。同时，以这种道理，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行菩萨的时候，给独觉声闻做大福田，给他们做福田。因此，一切声闻城、独觉城都应能供养城市守护菩萨。说菩萨摩诃萨修财时。修行财时波罗蜜时，这个做布施的时候加了个波罗蜜，究竟布施，到彼岸的布施，以最生殊胜的妙五欲心无眼作，对于五欲境界心里没有贪念，没有眼作。什么叫妙五欲呢？就是特别殊胜，像这六欲天比人间一天比一天殊胜，往上说啊，就高殊胜。他那五欲境界就殊胜，人间的五欲境界是粗糙的，天上五欲境界是微妙的。一个音药也入世，饮食起居都入世，那是妙五欲，是说心理上的啊，心理上的五欲，是吧？菩萨在行般若波罗蜜布施的时候，这个布施加个般若波罗蜜，究竟到彼岸的布施方法，对。这就是咱们念心经般若波罗蜜的时候，般若波罗蜜的心经啊，他就告诉你，他是照见的，照见五蕴皆空的。这个照是智慧，波罗蜜啊就形容与智慧到了彼岸了。有智慧的布施才布施，那是成佛的，那真正的菩萨到彼岸的行法，那他对五欲境界不但一般的五欲，那是妙五欲境界，什么都没有贪着，他连这个想都没有。说一些药具药什么的，他都是赐给一些众生的，以这个奢受的普摄受的一切有情心，他就是摄受有情，度一切有情，自己呢忍受一些苦，这个忍受苦啊，是灭一些众生的有情的苦心，也是普摄有情。所以菩萨忍受一些苦，以致灭一些有情苦心。菩萨要想灭一些众生苦，是这么个心情，给众生心，给一些众生的乐。菩萨在利益众生布施的时候，就是布施给一些众生快乐。什么快乐呢？大涅槃的快乐。